大家好，我是顾燕青，我于2010年加入梅尔森，我的职位是生产工程师。我的工作职责是产品图纸的绘制、工装夹具的制作和优化。加入梅尔森后，公司教会我做事要精益求精、方能行稳致远。 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具备的品质。凭借这一理念和优秀卓越的产品，梅尔森深受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的认可。我们被维斯塔斯评为优秀供应商。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，我在工作中收获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去年，我们进口的一台埋线机出现状况，由于疫情。 国外的技术人员无法过来，在我和同事们的不断努力钻研下，使我们的设备在很短时间投入运行，使我们的产品保质保量地运到客户手中。为了使客户100%的满意，让我们努力拼搏，做出自己的贡献，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吧。